大家好，我是小宇宙，又来到这一次的学校的更新速报。首先呢，这一次的更新主要都是以学校的互动方式为主，所以就是变成跟警察、医院一样是可以互动的。当然，他这一次也有多出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任务，这三位 NPC 你们要记住一下。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学校开学的这个任务，然后可以去解到这个学校币，然后来兑换一些东西。而它的最大奖就是一台巴士，对，就是学校的巴士，蛮大台的、哦。然后这个签到版就是新增的这个耳机跟这个相机，都是粉色系列的。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学校这次更新了什么，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职位，然后你可以去跟那些东西去互动。然后服装商城也更新了蛮多的衣服的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买啦。最后就是这个在工坊好像可以制作出来的这个寿司宠物，蛮可爱的，蛮期待的，不过是在8月26号才会出来的东西。然后最后就是这个送礼东西，这一次有更新了新的东西，所以我是蛮喜欢的，有新的发型跟衣服。好了，这一次的更新速报就到这边，我们就期待明天的学校更新吧。我是小宇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